可以看到云梯车架得老高，上头的救难人员还伸手想帮忙运送伤患到吊篮上。不过当镜头稍微拉远看，可以发现这栋白色建筑似乎长得斜斜的。原来这就是在意大利知名景点比萨斜塔上演的救援行动，而且过程全被在现场围观的观光客给记录下来。根据外电报道，是有一位45岁的斯里兰卡游客在登上斜塔的第6层时，突然心脏病发作。 还好，警消迅速到场，将男子从6楼高的地方救了下来，而且立刻将他送往医院救治。根据意大利通讯社的报道，还好这场救援来得及时，所以游客最终还是能够保住性命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